大家好，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山水画的设色技法。今天我们研究第七种设色方法，叫接色法。就是指呢，几种不同浓淡颜色融接起来的画法。比方说常见的淡彩，淡彩画，水墨淡彩。然后都接触这个，溶接的方法有这么两种，第一种接法呢，就是画面衬湿，画面衬湿的时候，染色呢。给它几种颜色接起来，形成自然融合的这种大接法不见笔痕第二种大接方法，就是用几种颜色不同层次的浓破淡，淡破浓的接法你看。这墨没干，看能不能印吧？哎，把水喷湿了。一种颜色，这边用一种颜色，衬湿时候让它衔接起来，这地方衔接，自然衔接。这是一种淡颜色，淡淡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搞浓颜色，破掉。这也属于一种技法。这个我们用淡破浓的方法画。浓颜色知道吧？浓颜色，我们用淡颜色去破写。用淡一点的。淡一点的破。颜色不太浓，
淡一下，涂下去它变成那橙黄，你看不过它变成绿，淡绿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上色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灵活去运用，是吧？不同的上色方法，让它表现出呢不同的效果，是吧？咱们这个纸啊，是有点刺，是吧？不出效果，是吧？用的好纸，是吧？或能容易出效果。好了，我们整理整理笔记，啊，这是设色的又一种方法。谢谢大家关注。